校长，我还想再喝一杯。你今天晚上喝的够多了，不要再喝了。哎，可是我不喝的话，有些话我说不出来。你要说什么？我听着呢。你要报考那所大学？我都了解好了，我去医科大，你在农大，就隔一个天桥，天天都可以见到你。585分，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能考585分，可是都那么高的分数了，我要去农大还是很危险，很危险的。万一我要是去不了北京的话，不会的，啊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要是没有被录取的话，去不了北京，怎么办？你会跟别的女孩跑了吗？不会。不会吗？可是我害怕。知道相对论吗？嗯，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月亮，同一个月亮。Honestly.